书记，大好了啊！您怎么不进去等啊？您倒太多，还得打招呼。时间紧，我打了两份，我还加了个封皮儿。挺好。咱这资料里的数据，真的是太拿他了。实事求是。 咱也就剩实事求是了。厅长，林院士长已经到接待室了。哦，还说下雨天，担心您着凉，嘱咐您加件衣裳。这个老林，想的是真周到。梅书记，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追来了，等了已经有一阵了。 让他们人先回去，把材料留下。好。这个图配的挺好。梅书记，哎，王主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书记。 不着急，再等等。这就是内部开的小会。这要是省里再来检查，你晚半个小时过去，人都走了，到时候处分摆在我桌上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贾哲，郑总，你找他现场，那他现在估计不太想见客人。啊？一个会议通知都没有错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！就是发脾气啊。 哦，常务在里边吗？常务应该在他办公室，要不您去看看。嗯，算了算了，我改天吧。啊，好嘞，慢走。哎，注意。那外甥一直跟咱们联系的那个酸奶企业的大老板啊，请自来了，是吧？哎，你看你这个消息是不是能让现场心情好一点？哎，那应该是。行，慢走了。好嘞。 慢走，慢走。我让你通知的是三点，三点，三点，你怎么搞的啊？那半个小时谁吐出来的？你不清楚，你不会问我吗？啊，这种事怎么能搞错？我一天那么多事，我都不怕你问，啊？到底几点你不会跟我确认一下？这是临时开个会，要是别的大事儿。 出了问题谁负责？你还是我？捅了娄子，你倒是不用，所有骂都我挨着，教都教不会。财政局叶昌和，哎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。这回啊，你们九原县算是帮了大忙。 我要是照顾不周，你们曹县长就该批评我不懂规矩了。哎呀，谢谢叶局。放心，我们赖局哎，向您带好。哎，还有个事儿，就是关于住宿费的事儿。之前因为不知道你们来了之后怎么个住法，一个月来几天还是怎么着的，所以我呢暂时只押了5天。后续有什么变化，我们再说好吧。哎呀，不用那么久，我们就每个月中来，借款分期的现金提上，我们就回去了。行行，反正县医院就在对面。 你们一会儿安顿好了之后呢，我就带你们去和县医院的出纳队接一下。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叶局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哎，辛苦叶局。来来来，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哎，我来，没事没事，我来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林市长还在里面接待客人吗？林市长的那个接待已经结束了。 什么时候结束的？有一会儿了。也没见到领导他们出来。那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啊，谢谢啊。把领导吓得还专门躲着走。我们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了，也没替领导想想啊。